共同进步。今年我们的会员规模也突破了1亿，在此特别感谢每一位用户对我们的包容支持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用户价值为归一，继续倾听用户的声音，为用户创造更贴心的服务，提供更优质的内容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变成美好的时光。谢谢。是的，那么我宣布获得2019腾讯视频 VIP 之星荣誉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那么我们知道孙总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腾讯 VIP 之星。是的，今天除了孙总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几位 VIP 之星，我们要有请孙总为我们把他们请上来。